欸，台北股市又大涨了，欸，你没有发现上个礼拜五跟昨天盘中那个大跌都是视觉效果，你一定要等到行情给你答案你才要相信哦，不要再猜了，我们一起来掌握赚钱的机会。欢迎收看股市照妖镜，我是程序员 Jerry， 让我带你在股市一起照妖来现行。好啦，台北股市今天忽然之间又大涨200多点，你会不会发现昨天吼那个早上的急杀重挫，从高到低杀了300多点，上个礼拜五爆量长黑，又是一场误会。来，大涨265点，你会发现前面两天的时间打下来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买，哇，好可惜哦！我相信你是我的新会员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为什么我昨天来讲的话早上那么忙？我相信你不管是哪个等级，你只要是新会员，手中没有持股的，包含了昨天有一档股票，我发了两次的讯息出去，第一封出去，我还怕你没有买到，第二封再追加。告诉你没有买到的、没有成交的，一定要跟进。今天来讲的话，就是看到这种行情，那档股票也拉起来。所以我一直聊到，就是说，你看那个表面的涨跌来讲的话，真的很吃亏啊。很多人在这一段的行情哦，错失了赚钱的机会，甚至看错行情、做错方向，都是因为自己肉眼所见太过于说，哎，我眼睛看到它跌了，我眼睛看到这一边那个外资的筹码数字，哎，29天的净空单，你真以为29天的净空单台北股市会这样子哦？你足足被那个表面的筹码数字给骗了29天，你知不知道？昨天的行情啊，那个上下冲洗非常的激烈，早上我相信那个一片漆黑，那我昨天在节目上也秀给大家看了啦。因为盘中昨天盘中来讲的话，那个过程我就直接告诉我的会员，讯息告诉我会员，那个叫资金甩轿的震荡过程，资金甩轿啊，不把你吓走，今天的大涨你怎么会手中有股票？你报对的人昨天也被吓跑了嘛，啊，所以今天大涨起来就不关你的事了嘛，这就是做手控盘啦。好，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这里来讲的话，股票你要赚钱，第一个大盘的趋势，做手控盘意图非常重要，这是鞠老师的专长。我建议你锁定鞠老师的节目一段时间，你一定会发现大盘的重要性。吼，那当然昨天来讲的话，吼还没开盘，大盘还没开盘，我就其实已经告诉我的会员，吼，昨天这个在节目上都有秀到，吼，不会让行情出现跌势排列，千万别让自己在震荡的过程陷入无谓的恐慌。你现在回头来看昨天早上那个下杀的过程，是不是无谓的恐慌？上个礼拜五的爆量长黑，是不是无谓的恐慌？你非得要等到行情给你答案了，你才会发现，哦，我又错过了啊，那应该买股票的。哦，你最近这三个多月来讲的话，很多人都是陷入这样的循环里面的，所以加入我 Light， 我已经重复在节目上讲到了，我 Light 这一边它的重点，第一个你留在里面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做手控盘意图。当这一段轧空延伸行情还没结束的时候，我 Light 这一边不会告诉你啊，做手控盘意图改变，行情这边岌岌可危，小心啊，股票要先全数获利了结出清，我都没有这样提醒你的时候，代表什么？行情在这里，台北股市还是在轧空延伸的走势，你不要被那个表面的下跌，甚至那个外资的卖超动作，甚至现在来讲的话，29天净空单，你还被吓唬住吗？我昨天节目的标题就能告诉你的，视觉效果，你被吓唬了吗？那样的视觉效果，这一段轧空延伸出现几次了？所以加入我的 Light， 你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哪一天我跟大家来分享大盘的暗示不一样，做手控盘的意图不一样了，那个才是整个行情在这一边
真的你觉得说行情这一段结束了，我不猜高点，我不喊高点的，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上预测说哦，行情这一边来讲的话，上18000、上20000，没有，我不做这种事情。我反而提醒你，当这里还有很多人在怀疑，很多人觉得行情岌岌可危，随时随地会大量的拉回走空，代表这一段行情还没结束。我在节目上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大家，哪一天你发现大家所有人爆好爆满，买好买满，等着要上20000，那个时候行情才危险啊。所以加入我的 Lite， 后续来讲你有很多的机会。我像前面的两个礼拜的时间来讲，我已经发了红包。你掌握住红包的人，最近来讲的话，都有股票让你看得到。下跌的时候进去买，弹起来的时候，行情大涨的时候，你就有股票看着它一路的往上涨。我已经聊到了大盘的重要性，尤其是你操作股票，就是因为看得懂大盘后面的做手控盘意图，所以居老师这里才敢带会员买股票，才敢带会员在这种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一档股票爆一个大波段，强貌超过一倍。我相信你在我节目上来讲，我都不是第一次讲。今天又创新高的万润半导体设备族群，万润我们已经超过七成了。这七成的获利来讲的话，我们在去年上半年也有股票这样做操作。所以这边来讲的话，你只要知道大盘不是空头走势，没有翻空的疑虑来讲的话，不管指数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是你操作股票的机会。我在节目上已经反复告诉大家，我们看懂大盘，但是什么，我也不会去追高。强势股绝对不是追来的，而是事先部署来的。这一档翼龙2458翼龙今天又创新高了，这一档是追来的吗？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要操作翼龙电第二波？我带会员第二波的操作翼龙电，去年的12月上旬，我在节目上都有剪过重播带了。今天来讲的话，这个一大早针对翼龙电2458翼龙，它的利多的消息来讲的话，已经是这个月第二次了。前一次是在1月7号，翼龙电的利多，这个月放两次了。那你是看到利多，看到利多才跳进去买，还是就是说你事先早就一个月前？就已经抱住它，然后看它那一路往上涨，利多放出来了，哦，创新高，那种感觉不一样。现在翼龙电第二波的利多已经放出来了，我的持股会员有差吗？上个礼拜三我已经节目已经公开，我的持股会员我已经给他们2458翼龙电这档股票的目标价的位置，我们就等那个位置来。这节目的截图、画面的截图都给你。1月13号，所以翼龙电第几波的利多不关我们的事了。我们早在什么那个不起眼的时候，我相信你看我的节目都会知道，这一档翼龙电，我买它，我带会员买它操作第二波。12月上旬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我已经在节目上预告了。当时候翼龙电来讲的话，1234567890日 K 棒十连黑，这种股票你会想到一个月后利多见报，创下十年的波段新高，你会想得到吗？我12月10号在这一边节目上公开，说我要操作带会员操作第二波，当时候他日 K 十连黑，你会想得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后两次的利多见报，你是怎么操作股票的？我是怎么操作股票的？他第一次利多见报是在这个位置跳空大涨，我们在这一边已经部署了。你在这一边见到利多买它，后面12345还一根的大长黑棒，震荡的过程你一定会怀疑，
又看到这一根的大长黑，你绝对会怀疑。等到你被洗出场之后，哇，第二波的利多见报，你自己好好想一下，邱老师为什么会在节目上一直告诉大家吼，操作股票的观念，你买股票，你应该是买在这个位置，还是应该是买在这个长红棒跳空大涨，或者这个今天第二波利多放出来的长红棒收高了，你再去买它，你好好思考一下，哪一个会赚钱，哪一个才是在股票市场里面会变成是真实的赢家。我相信我在节目上来讲的话，这一段的时期我怎么提醒你的，你都可以从 YouTube 频道找得到那一些节目画面。我卖掉的时候我绝对会剪重播带给你看。你第一波利多 利多见报的，你买完它来讲，你绝对没有意外应该会被这个长黑棒给洗掉。昨天早盘大盘从高到低杀了300多点，翼龙电是怎么样？是先往下杀的，你还得承受到昨天早上没有被洗掉，你才可以感受到今天这一个创新高、收盘创新高的这一根的长红棒的喜悦。所以我一直聊到操作股票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如果没有观念，真的追高杀低一直都是投资人的宿命，追高杀低一直都是普遍的散户投资人的一个宿命。很多人为什么一直问说，我买了它就跌，我买了它涨不动，我买了它长黑棒杀下来，好，我卖了，我停损了，放弃了，结果它创新高。你没有去思考到你买那档股票是什么时机，你如果看到利多出来的长红棒跳空出来你才追进去，你后面震荡的时候你当然被洗掉。你因为追高了，所以震荡的过程一根的随便一根的长黑棒或是开低下杀一下假动作视觉效果一定把你洗掉。当你洗掉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三天的时间它又往上创新高。有时候不到三天，翼龙电它就只有什么短短的两天时间。所以加入我的 Line It， 大盘的暗示非常重要，因为它夹带做手控盘的意图。IC 设计的股票，我讲多久？我已经聊到去年的十月份，我就不断在节目上聊到，我去年十月份在节目上所谈到的，占了八成都是 IC 设计的股票。那一些高价股到现在还有人在创新高，利基就是。我相信你有认真做功课的朋友来讲的话，你去看我去年十月份的节目，一整个月，那个时候大家在封太阳能，100万、200万砸进去，他都要买太阳能，追了三五根的涨停板，他都要追。我就不用说太极了，我就不用说达能了。那时候我跟你讲的是 IC 设计的股票，你回想来看。当时候 IC 设计的股票回头来看，现在创新高的 IC 设计那边是底部还是头部？你为什么要砸钱拿你的重金砸进去要追高？为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买在头部？为什么？所以投资人来讲的话，第一个观念非常重要，加入我的 Light， 第一个步骤掌握住资金做手控盘的意图。这一段高空延伸还没结束，我天天强调还没有结束，你就是要好好把握这一边来讲的话，低基期的股票行情在这里，你不是去追高，而是去找那一些还在压缩整理的股票，事先的去好好的抱住它，加入我 Light， 慢慢的，好，我会释放一些的讯息给大家。我相信从去年的十一月底开始，一路到圣诞节之前，圣诞节过后。我在里面放出来的几档股票，没有任何一档是让你可以赔钱的，没有任何一档可以让你赔钱的，所以加入我 Light 多重要啊！昨天的节目上我已经公开了哈，有一档 IC 设计的股票，现在还处于一个压缩整理的一个过程，趁它还没有喷出来以前，还没有像翼龙电这样喷出来以前。还没有像你现在所看到的高价 IC 设计那样喷出来创新高以前，
这一档是平价股哦，好好跟上鞠老师的脚步，因为新会员进来，我后面来讲的话，换股操作的时候会带新会员来部署这一档。如果我在最近的几档的新股票都往上拉，等着要获利，新会员不可能带新会员进去帮旧会员抬轿，不会。所以像这样子还在压缩整理的股票来讲的话，我会带新会员进去买。我讲的非常明白了，想不想赚钱就看你，好，好不好？缘分啊，我一直谈，我在节目上强调，我一直很随缘。因为圣诞节，去年圣诞节之前，圣诞节之后，你也知道，一样都是三档股票送出去，三档股票送出去，有的人第一个反应是笑、揶揄，甚至用骂的，哦啊，那个酸话丢给我助理，当然我助理比较辛苦一点啦，哦，他们要告知你啊，这档股票哪三档股票，然后告诉你怎么买，哦，这边来讲的话，我还要接受你的酸话。希望你赚钱，报给你赚钱 ,14%、欸、你最近加起来有赚 14% 吗？所以我非常随缘。好，我相信不管是我在去年圣诞节之前送的股票，包含了你现在今天所看到的 IC 设计的翼龙电，都是这样子。你是要买完了等新闻暴利多，还是新闻暴利多了才买？哪一个才是操作股票的赢家？你好好思考一下。翼龙电，我刚刚已经示范给大家看了。我去年十二月上旬节目上就已经公开预告说我要带会员操作第二波。我买完拉了三根红棒，第一次的利多才见报。我去年圣诞节之前送给大家的三档股票，我相信你一月份都看到它的利多了。茂联 KY 啦，吼，江森、晋鹏，我相信你一月份你就知道车用族群的利多是什么，所以我一直要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你是买股票是要买完了等报纸新闻暴利多，还是你还是老循环买了，吼，是看到新闻暴利多你才要买，好好思考一下，因为这攸关到。不只是现在你的赚钱机会，你未来在股市的路其实就是那个观念的调整而已。很多人都是后者，哦，看到暴利多长红棒跳空了他才要，能不能买跳进去。我相信啊，哦，去年的生技包含了后面的太阳能，最近一月份的航运股，很多人都说哇好怕买不到哦，吼，那个涨停打开了也要敲进去买。嘿，你看一下买完之后利多爆多爆了多久他冲进去还要买。当然啦，太阳能航运现在还没看到主力出货盘。生技防疫我去年就已经一讲再讲，讲了大半年。吼，哦，这档晋鹏今天还创下一个吼，哦，波段的新高。这波段新高来讲的话，已经是那个两年哦，吼，哦，两年的新高了哦，吼，哦。那我相信就是说，你有收看了我的节目，圣诞节之前我送出去的时候，晋鹏是长这样子，往下一二三四四连黑破季线，这一条叫季线，送出去 ，Lite 有人拿到，通常正常的人性怎么样？吼，哦，看到这样的股票。酸嘲笑，好，哦，啊，当然我助理比较辛苦一点，好，哦，有人是接受了酸话，甚至好，哦，那个被哦被辱骂的都有。后面让这样晋鹏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到他利多见报，好，哦，他已经要创新高了，难道你要追吗？你追在这一根的大长红棒来讲，因为第一次利多见报是这一根大长红棒嘛，嘿，啊，你那个追进去完之后来讲，要开始做震荡哦。第一次利多是在这一根，哦，这一根不好意思，哦，这一根的红棒已经是大长红棒出来，然后这一根的红棒出来利多，第一次利多见报完之后还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哦，这中间来讲的话两次的利多，你好好思考一下，这档的晋鹏来讲的话，哦，刚刚的翼龙电
我们最高的那一个哈，那个加码的会员来讲的话，已经赚了28%了，快要三成。这一档的进棚来讲的话，加码的会员已经超过36%了。当然，最基础的会员来讲的话，都有28%。你要思考一下，你买进棚，你是买在这里，还是追在这里？好好思考一下。跟翼龙店的道理是一样的，应该说每一档股票的操作都是一样的。你如果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来讲的话，你自然而然在后续股市投资股票操作来讲的话，你自然就有进步的机会，赚钱的机会。我建议这边来讲的话，1月18号，昨天来讲的话，进棚发生什么事情？这已经是跟翼龙店一样，这个月第二次的利多的报道了。那我们是会员，是买在圣诞节，去年圣诞节之前。我相信啊，你是去年我的会员来讲的话，你在去年圣诞节之前加入的，我不是狂敲讯息出去叫你买这档进棚，现在赚36%的会笑了吧？今天来讲的话，进棚我已经给予目标价了，我相信去年圣诞节之前这三档股票。到现在为止，有哪一档让你失望？至少14%、甚至又拉高，都要20%了、两成的获利、你最近加起来有两成的获利吗？我相信你收看我的节目，我的频道里面来讲的话，车用概念族群，我从去年10月下旬加码，一直到现在。你如果有收看，你如果有听进去，自己不要有任何杂念，不要怀疑，不要疑神疑鬼，不要想说这边疫情怎么样，如何又如何，然后去买那个吼生技股、防疫股。这一段行情你不难赚钱，不难啊，真的不难啊。进棚来讲的话，今天再度创下波段新高，我已经给予我的持股会员目标价。你这样进棚来讲的话，是我各等级的会员都会有啦。好，我已经发目标价给他们了。好，江生一样，也给予目标价了。所以这里来讲的话，我给我的会员目标价，我就已经告诉你什么，不要追，不要替我们抬轿。你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找到下一档的机会，而不是去追高，而不再问啊，老师这个进棚还可不可以买？江生可不可以买？哦，茂联 KY 可不可以买啊？那个翼龙店可不可以买？万润可不可以买？甚至最近来讲的话，大家你可以看到凡轩，我什么时候跟大家讲凡轩的？我的会员你什么时候买凡轩的？当然了，那一档股票来讲的话，前面来讲的话，整理的时间还蛮长的。但是怎么样？现在已经扩大了28%的获利，两成的获利了。现在的你真的应该要从盘面上去找，当于盘面上来讲的话，类股轮动，你会看得到哪一些的股票，哪一些的族群是被控盘者所用的，你很清楚。当然，你如果看不懂，最好是这边口袋的名单都有，我已经讲过了。刚刚就一档 IC 设计了，包含这边车用族群来讲的话，你觉得没有股票吗？现在你找不到股票，是因为它不吸金，你看不起它。所以你才会什么、等到它变金矿，挖那个大家说的啊，发现金矿在这里，你才会跟着跳进去，一起抢。很多人是这样的习惯，这个循环，我不晓得为什么，很多年下来，我看了这么多年下来，很多人是改不掉的，或者是完完全全就活在那个循环里面，不想逃出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股市里面来讲，可以确定的是，长期下来能够累积到财富的是少数人。所以我才说嘛，你相信那一个一买涨停板的。买涨停板很简单的哦，我们涨停板很正常啦。这个你如果相信那个的话，真的不要骗人，不要怪人家骗你，你自己的想法观念没有调整过来，你自然会被那种人吸引。那种人他专门就是锁定了你们这一种族群。我可能讲话我这一段话可能不中听，但是你如果能够平心静气好好思考一下，你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是什么。昨天行情下杀的时候啦，大盘跌下来的时候啦，我的新会员都知道有一档股票，因为这档股票来讲，我从上个礼拜五开始请会员买进的，
上个礼拜五跟昨天行情都出现什么事情，啪杀下来，那个视觉效果会让人家 很恐慌，对不对？今天来讲大涨200多点，你会发现昨天早盘那个下杀300多点，上个礼拜五的爆量长黑，好，你就知道为什么焦老师会用视觉效果来告诉你了。我还问你有没有被吓唬到，有没有被吓唬住？我买股票欸，啊，你被吓唬住的人，哇，如果原本报对然后被洗走，那就真的是遗憾了。这档股票来讲的话，昨天下杀的时候我请会员发了两次的讯息，新的会员发了两次的讯息，第一次 36.05 元，第二次 36.3， 我第二次会发是因为什么？我怕那个早上没有买到的或不敢买的，我再发一次，拉起来你也要给我买进。我现在你是我的新会员来讲的话，你手机拿出来看一下这档股票，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昨天发两次，怕你买，怕你不敢买，怕你那个第二次他请跟进买进哦，没有买到的新会员。因为我知道一般的人来讲的话，不习惯那个大跌的时候，哇，真的进去敲进去买。有的人会顿跌啦，所以发了两次。我发了两次，你如果一般，最好是在这边所告诉大家的行情的判断、做手的控盘意图。我相信你愿意加入我的新会员来讲的话，你就是相信我。昨天你有买那档股票的新会员来讲，今天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昨天发两次的讯息，我怕你不敢买，买不到，哇，在那边等，在那边看。嘿，今天来讲你又要追了嘛？哦，幸好啦，那一档昨天那一档股票来讲，今天新会员没有。哇，老师，今天这样拉起来还可以买吗？哦，幸好没有啦。加入我 Light 那档股票，当然我的新会员，我的会员持股开始突破一个区间了，我会把它公开出来。所以加入我 Light， 当那一档股票我的持股会员我还没有让他们获利了结的时候，我会 分享在 Light 这一边。但是我要提醒你，我的会员已经在里面了，你要不要跟进那是你的决定，不关我的事。对我而言来讲，我保证我会员的权利，在那个底部，在那个压缩整理的时候，我带他们先买好，拉起来的时候，也许一根红棒、两根红棒，我会分享给你。我聊到吼，涨跌的多空，不是你肉眼所见到的就可以决定的。我相信你今天大涨的长红棒，你再回头看昨天跟上个礼拜五的盘，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下跌视觉效果，你是不是被骗了？从去年的11月份一直到现在三个月的时间了，多少次了？为什么一直上当？我相信上个礼拜五爆量长黑的时候，我在节目上已经跟大家公开资金换手了，长黑棒，但是它对于控盘者它是资金换手。我节目上已经告诉大家它是什么向上的资金换手，所以是翻空吗？没有，你表面的爆量长黑对控盘者是资金换手，向上的资金换手，所以今天这个大涨的长红棒，大涨200多点的行情，你觉得不合理吗？是你被耍了吧？是你那个当下因为那个肉眼的视觉效果被吓唬住了，不敢动作。上个礼拜五我在节目上已经公开分享当天我们会员的讯息，我已经告诉他们，实际为控盘者资金换手的行情，对一般人是什么？如此惊悚的视觉长黑，但是对控盘者而言是什么？资金换手的行情。我不晓得哈，那个上个礼拜五来讲，你看到节目的时候，一定有人不相信啊。但是到今天礼拜二，中间只隔一个礼拜一，你行情给你答案了，你要自己骗你自己，我也没有办法了。好，巨老师在节目上已经强调过，我的态度就只有一个，尊重做手的布局，有看到才确认，没看到不发明。现在这一段的行情，我看到的就是一直嘎空延伸，没有要结束，所以我不发明啊，不找任何理由说，我这边来讲岌岌可危啊，这边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原因，可能要小心拉回哦，涨多了怎么样过热哦，这边呢有人在出货。自己发明说有人在出货，逢高出货的。去年五月份，那时候行情在什么位置？去年
中期的底部，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回头来看大底中期的大底部，很多人发明又多头部怎么样出货？现在回头来看，扎扎实实涨了超过3000点的行情，我只问大家，你如果第一时间懂得如何去尊重做手的布局来讲的话，这一段的行情你赚不到钱吗？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只要愿意相信做手控盘，愿意相信邱老师这边提醒，这一段的行情你是可以掌握住的。眼前的大格局就是没有空头走势，这一段的行情来讲的话，你必须要好好的把握住。我们的万润现在已经超过70%的获利了。为什么大波段这样下来，中间长黑几次，三年黑几次？我希望好好大家思考一下，这一档股票，这样的股票，我们赚的合情合理，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尊重做手的控盘。回到我身上，时间的关系啦，这里来讲，我希望就是说，行情它已经给你答案了，你要问你自己，轧空延伸没有结束，现在的你到底是要追涨，还是稳稳抱牢等那一些？习惯追高，等到放利多讯息见报了才要开始买股票的人，来帮你抬轿还是怎么样？好好思考，决定在你，赚钱的机会由你自己掌握。以上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